穿着白衬衫配条纹长裤，女星严艺文穿休闲装低调登场。这次《俗女养成记二》入围金钟15项大奖，严艺文私信希望拿下这个奖项。像现在这么紧张，就是觉得很幸运啦，很幸运。但是我很希望那个银轩可以得奖。这是我心目中的第一愿望。严艺文说，这次看过其他入围者作品，自知对手强劲，而他在前年也以《俗女》入围导演编剧奖，只可惜都拱屋，自己刚好又卡在这个卡关当中，所以就会觉得说，如果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个小小的鼓励，我应该创作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这样子。性格豪爽的严艺文面对金钟要走红毯，不会特别减重，也不穿性感的战服，让俗女其他演员展现身材。而他首度和高雄电影节合作短片集有了将全是家庭搞笑喜剧。我其实这次我觉得我比较是配角哎，因为我们这次是以男性的观点。我觉得高雄很漂亮，在那边吃的便当都特别好吃。有洪哥在，又有阿鲁导演，我就觉得我们又认识，演起来一定会很爽快。这次高雄电影节有19部原创作品登场，都是在高雄拍摄。这次的类型有长短片以及 VR 电影。演员王彩华、洪都拉斯以及陈雪珍都特地南下拍摄。咒的导演柯梦荣也回故乡拍片。因为自己不是导演嘛，但是我们都会有一些导演的习惯，所以有时候都会觉得，哎，怎么不是照我的意思做呢？然后就会跟导演吵架，然后回家就会反省说，哎，不对啊，我不是导演，我们应该要听导演的话才对。大港产出的原创作品将在10月14日展开，高雄电影节为期半个月的世界首映，以明了一窥高雄电影带来的感动。TVBS 新闻中文峰张启云 SV 小组台北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